对，外面。远景获报废弃家具行，有小偷。哪边？一路从里搜到外，就是不见小偷踪迹。正在路边搜索，突然有动静。你家干嘛？你别进来！哎，麦当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出来！啊！啊！你为什么要出来啦？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出来？仔细看，窃贼居然从墙壁的缝隙钻出来，难道是为了躲警察？居然钻狗洞吗？谁拦我？谁上面拦洞啊？出来！来，警察，出来！我藏在金刚架上天花板的某处的角落，逃跑的时候企图从破洞逃出。马上被守株待兔的远景押至上铐。地点在台南永康，29号收假日，这一名惯窃提早开工，钻进去窃取电线，还在天花板跟墙壁挖洞，从狗洞钻进钻出。现场查扣犯案工具跟偷来的电线，人赃俱获，乖乖就带。者赖冠章，台南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，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